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这个车是我先叫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带时间。我来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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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青，你这好吃的，哎，小我真的还有急事。师傅，大世界，我真的有急事想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停停停停！苏三啦，能算命啊？你能给我下来？下什么来？不下去。让你下来就不下来，听不见呐？不是，你谁呀？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你得给我下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碰我！你有话好好说吧。宁清救美是吗？这不是有的是你演的。给我搜。哎，王阳，你认识梁叔？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，你打过去问就知道。我叫魏如来。回头见了梁叔，给我带个好，就说大林子很响吧。让他们走。那个，我的银元。什么银元？还不想走？哎呀，快走呀！需要开始了，来不及了，快上车。不想走了是吧？快点啊，师傅，大世界。哎，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由一位神秘嘉宾带来一曲美妙的钢琴曲，热烈欢迎，有请。 祖籍是，我是江西吉安人。吉安？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啊，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。家庭成员里边，他有一个长兄吧？对，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。3年前？对对对。也就是民国16年，正是清党时期。先生。 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，申顾问，从一不用，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，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。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，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。 我们必须提早清楚掉。魏若来，抱歉，从人，宋哥，抱歉，打扰了。
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，乱不在战场上，而是在南京、上海，乱在今天的晚宴上。大人物们卑躬交错，谈笑风生，惜草民骨血飞机自身。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，一直很庆幸，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。可惜，央行，你犯忌讳，我没法录。 等一下，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，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。谢先生，谢先生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再拜了，我不想被你祭奠。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，我听着有点虚。但是现在，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。明白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，哪怕是在上海，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。我希望你不要忘本。不会的。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，报效国家。再说一遍，报效国家。 报效国家，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。留在你的血液里。如果你让我失望，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。是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谢先生，先生，怎么？那个，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？我给那个黄秘书，怕我食言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 慢点没干呢。哦，有了这封确认函，今天晚上能睡好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刘金庆，刘金庆，哎，锦龙你要恢复控。好。哎，锦龙，龙头大宝地。哎，哎，老王，这很奇怪啊。哎，我的通商没有事情。 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新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。喂，于先生，锦龙也遭到攻击，股价竟腰折呀，现在还在下跌呀。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，先稳稳，我再去湘北发调资金。好，明白明白。那通商呢？当然要保了，通商才是伊拉最重要目的。沈先生。 先生，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，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。刘将军，别慌，这个时候沉住气。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敲山震虎。